看着啊，注意看我这动作。哎呀，你这95的吗？怎么灭掉了？90可能不够。热吗？不会热，一会儿会热，但现在不会。好有力量，肌肉。有劲儿吧？有劲儿。咬肌。好，还可以用小的啊。这个可以让脸部肌肉提升。对啊，它血液循环好了吗？就是美容和中风都有。美容面瘫吗？美容肌肉像紧吗？做这个看明白了。有一个细节，来，谁看到了？习惯的时候向旁边，完了呢，往下拉一下，往下拉，还有呢，还撇一下，就是那个罐儿，那个过去的那个力量曾经是平过，然后把那个压力压低，平着放，这个吸的时候往下拉，这个是马博士说的有点靠谱，有点沾边。你再说，看到我做啥了？就是要起的时候要撇一下嘛。对。为什么？旋转。为什么旋转？看着啊，我每次过火，如果都在一个方位上，这个地方烧的是不是很烫？对对对。我拿下来的时候，手就转了。对。我拿下来的手会转的，就这个动作。你要细看，就马博士看出来了，啊，我拔上以后，我在起的时候，我手他说撇一下子，其实我已经转了，我把这个火罐转了，我这次烧这儿，转圈烧了，这个火罐不会烫，等我感觉我这里烫了，我就换另外一个了，不会烧着，这是技术，这技术没有人教你啊，这个时候是家传。细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说你拔几个吧，它就热了。你虽然你这个边没有挨到这个棉球，也不行。你过火的时候啊，我给你过这个边的时候一定要快。对，里面可以多待一会儿，啊，出来也要快。如果你在这慢慢嘚嘚嗖嗖的，嘚嘚嗖嗖的，完了你那也热了，烧热了，对不对？也不行。来，好吧，再来一个，再来。体验啊。这回再，我啊，你就这样子，对呀，这样大点的脸啊。好，我拿回来之后转一下啊，看看了，我再转。哎呀，那红！我把整个脸拔完了吧，红扑扑的，一边脸吧舒服，另外一边欠拔，你还得拔。欠拔。这张交给你了。你们另外一边自己去拔啊！你看我这火不动了啊，看看了，我这只手，火拿火的这个手不会动的。不动。现在我已经感觉它热了，我换一个。我觉得都达到那个基层很深了。是不是可以啊？老美说的这个好像是 kiss， 其实有点像。对，你要不会拔罐，让老公帮你 kiss 也管用，没管用。那老公天天干这个活，女人都美。自己能给自己拔吗？拔不了，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。你说了，那个王总说让谁给我扎着，我这后背老紧了，其实。我自己就扎不着我自己嘛。我这两天天天讲课也很累。来，谁还来？谁想自己体验体验？来，排队啊！哎，没事就拔这个，本身就有提升。和血液供应的作用，你想想它管不管用？你想想这个有没有副作用？肯定没有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啊，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从邱家能够，你来这儿来，来坐一下。
一般的针灸专业的都应该都会做。自己可肉在里面，你要左手还是右手？我是右手拿罐，你左手拿罐，你让他手拿罐，你抽我，脸抽我。我这有点竖撇。有左手拿罐，有右手拿罐，不一样啊！你们习惯自己确定。左手拿柄，右手拿。我给你拿这头。好，酒精正好没有。再站一下。再站一下。那个梅子行不行？一会儿啊，就看你们啊，把大家看，对，夫妻两个人了，你们自己互相把回家练练。看不见。让我们看。啊，转，看他，你看他这个有点啥问题？我在动。我在动。不是，肯定灌不会转。咱们分析啊。分析挺有意思的，但他能拔已经很不错了，有点小问题。他是送火的。啊、哦，手动的。对。管的大。小的，小的，拿个小的，拿个小的。脸太小。他是动的，他是往哪伸的？好，我们看啊，我给你拔一个。脸大小呢有关系，但是他这个脸呢用大罐也没问题啊、哦。你看看拔成啥样，应该是。拿一个两个劲儿不够。你看声音就知道。对。他这个脸还真有点不够。这有问题。你看他这个有点大。太瘦了。瘦了，我看我太瘦了。他肉少。像他那样的脸。那这个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不可能。这一定是能美容的。胡须。对呀、啊。佟大夫拔的呢也不错，我做个点评啊，有几点啊。第一点，他这个火没有问题啊，他不是火是动的，是一个问题，刚大家看到。第二个，他放这个罐的时候，他用力把他头都顶过去了。他每次他就这样子，你看我拔的时候，我不会推他的，我这个罐挨到皮肤，他头不会动的。是啊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个要点，这是第二个要点，那他呢？他太快，他快啥？快在哪儿呢？他这个火进去以后他就出来了，这个劲儿小。你别看他们啊，我如果我在这个火里停留的时间长一点。把空气排的多，它就紧，这个罐就会紧。对，你看，我不会推它，这个声音就会大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，这个速度你决定，你离得它近，它拔的就紧。你在这儿点火，你再过去，哎，没劲儿了，空气跑掉了，对吧？它刚才坐的有点远，它这两个都在动，看吗？一定这个不动，你再来一次。已经很不错了，很不错了，做的。他怎么感觉？你用那个拿小罐拿。右手啊，就是拔下来之后转。他在手里转，这种没法。哦，没事。一个人一个手法，我拔过来呢，我要再拔一遍，我就觉得多燃气。这是我的多出力，我脸太小了。对。这边的。嗯，好点了哈。但是呢，还是有点冲击力。对，他头还在动。你们是不练？这得练。是不是在练？这个是吧？这个是吧？拔后背的时候受大了，后罐接劲，我就是后罐接。拔后背呢？互相，是啊，互相拔。咱们在后背练呢。我。他脸瘦啊，换一个。我来拿个干冰球来，重新换一个。我还拿五个。拿点干冰球来。送那么多灯了，还没送。对，好，我再来一遍啊。